尖顶星人采取迷惑战略，突然袭击了太空堡垒。庞大堡垒里的军民使出浑身解数，奋起反击。最后，战场延伸到了飞船里麦克罗斯城的大街上。许多天顶星人乘此机会大肆抢劫地球人的商店和住宅，贪婪地掠夺战利品。在城市的另一边，开伦的军队已经扫平了民防巡逻队的微弱抵抗。胜利属于我的，把一切消灭光。现在我们可以支配一切了。等一等，你们三个到底要去哪儿？快回答我。大人，我们想找到明梅大人。明梅？没听说过。他的发射能力有多少？不是导弹，她是地球上的姑娘，她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我想单独见见她，就这些。住嘴！告诉我，你们刚才在笑什么？对不起，大人，一想到可能找到明美，我就无法克制自己了。我站住！都给我回来！回来，士兵，像一个真正的天顶星人，看着我，你们别想跑。对不起，大人，可是我多么渴望和地球人在一起呀！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荒唐的事，你完全疯了。你是说你情愿跟他们在一起？啊？回答我！我，哼，我的小朋友，恐怕我得用对付你伙伴同样的方法来处置你。奇怪，舰长，你来看看这个，敌人那儿怎么一片混乱？这是个好机会，通知所有后备小组集合，也许我们能够干掉他们。是，舰长，靛蓝、褐色、绿色中队集合，你们从两翼进攻。啊，明梅和凯尔在一起。不能让他们这样！啊！I can't stand it. This is worse than that movie. Minmay, how could you? 骷髅队队长，说话，说话，上尉 ，Rick。请原谅，请原谅，少校。你还没报告你在哪儿？告诉我现在怎么样？我找到他们了，凯尔和明梅把一些援救人员送到原型剧场。原型剧场，他们出事了，他们受伤了。告诉我，凯尔怎么了？瑞克，凯尔受伤了，开口啊，瑞克！哦，明梅，请你别再这样。怎么了，明梅？就这些，我估计事情就会这样发展的。我想我不会吃惊或者烦恼。真该死，我的职责是要保卫太空堡垒，不能瞎想。是什么？他怎么了？他看上去像明梅的复制品，好像被我们弄坏了。是，我们毁坏的不仅是这只娃娃，如果我们还想活着，现在就得撤离。大人，
我们收到了关于凯伦大人那儿有骚乱的报告，好像有些士兵开了小差。我们的士兵会开小差？不可能。这一定是小小地球人说过的神力的作用。那么传说是事实。你是否在暗示我什么？你认为我本该听听那些古老的故事？或许是，大人。不，回头已经太晚了。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消除对部队的干扰。那怎么做，大人？审问他们，看看能否测出小小地球人使用的神力的性质，要防止受他们的控制。一定照办，大人。在这以后，是否还要发动一场新的进攻？那正是我的计划。凯伦，你的任务是隔离开小差的，把他们关起来。关起来？哼，万一这些叛徒跑了呢？那下一步会怎么样？或许我们也要向地球人投降吧。呀！上尉，报告。刚跳出油锅，又入火坑。真不可思议。上尉前来报告。啊，嘿，这些外星人。说得对，上尉，他们是来讲和的，已经解除武装了，放心吧。是啊，我见过你，我们认识，你还是老样子。很高兴又见到你了，上尉。是的，我也是。你们上太空堡垒究竟干什么？舰长，或许我应该向上尉解释一下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看可以。谢谢上尉，这些外星人他们已经决定留在这儿了。啊，是真的，他们冒了很大的风险来到这儿，请求我们宽恕，要求庇护。我们怎么办？原谅他们，做我们的客人？好了，上尉，待会儿你就会明白过来。如果我们拒绝收容，他们就没去处了。啊，那为什么让我来？因为你跟外星人接触过。好吧，我不清楚我的意见是否重要，不过先让我问两个问题。听着，你们到底为什么来这儿？我们希望和你们一起在这船上生活。你们想留下？是的，因为这儿的一切都令人愉快。还有因为明梅在这儿。是这样，可是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呢？以前我们到这儿来过，可是作为间谍。我明白了，不过要求政治避难的理由似乎还不够充分。还有因为你们控制了史前文化。什么？史前文化？史前文化它是什么东西？只有你们知道史前文化是什么。跟我们开这样的玩笑可不太好。看来海斯上校关于这个问题的假设是正确的。德罗布船长，我想你不会被这种荒唐的理由所欺骗。我不敢断言它是否荒唐。上尉，你的意见呢？我赞成，如果让我决定就让他们留下，这是个好主意。我想我们现在就应该朝着整个宇宙的和平迈出第一步，你说呢？什么？太便宜他们了，真出乎意料啊！我真不敢相信，上尉，为什么现在你同意接受他们避难的请求？因为我改变了主意。舰长，你不认为或许我们应该咨询一下对这个问题有明确观点的专家？等一等，上尉，我想听听你改变看法的理由，为什么同意他们避难，可以吗？可以，长官。正像我早先在报告中提到过的，外星人生来就好战，这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唯一干过的事情。所以当他们初次跟我们打交道时，我敢肯定他们大吃一惊。是的，他说的对，我们对看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很惊奇。最美好的事情是明媚的歌声，还有男男女女待在一起，有些人甚至呼吁反对战争。当我们习惯了这些事情，我们就愿意住下来了。让我们留下吧，我们回不去了。我看他们好像很喜欢这儿，如果不让他们留下来是很愚蠢的，这对我们有什么危害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了将来也为了现在，这将是和外星人军队和解的初步尝试，或许会从此而创造历史。你不认为你太乐观点了吗？我说上尉，你是说和外星人一道生活？上尉，别让他们把你给愚弄了，我敢肯定这是伪装的。不，听我说，让他们和我们地球人一起生活，他们能够学会怎样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中生活。啊，很好，感情推理型。舰长。什么事？我可以为上尉说几句吗？我看可以。正像上尉刚才说的，天顶星人特别好战，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战争。对于他们来说，结束战争就意味着死亡，他们无法想象没有战争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必须拒绝他们避难的原因。不，
重要的是必须使他们懂得除了战争还有其他选择。嗯，如果能让他们了解除了征服和死亡还有别的生活方式，就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目标，和他们和平共处。嗯，哈哈哈哈，这是一段精彩的演说词，少校。可是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些外星人，你总不能希望他们来适应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太荒唐了。啊，等一下，舰长，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敢就这样闯进来？没事，上校，我叫他来有些私事。那些是化验报告吗？是的，长官，照您的吩咐做的。嗯，嗯，嗯，他拿着什么？我不清楚，他没告诉我。重要吗？我猜是的，否则不会来打断谈话。啊哈！哎，舰长，那是什么？说起什么？嗯，我让实验室对外星人的细胞结构做了分析，你们会发现一个秘密。事实上，这个秘密很有趣。Robotech will be right back. Sit up, Galway. Hey, Robotech is back. 什么？不，为什么他们的血型和基因构成实际上和我们完全一致？这不可能，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啊！我希望事情会这样，但尽管说对了，还觉得不可思议。这么说的话，我们应该拥有共同的祖先了。但是他们对史前文化这么入迷，又怎么解释？从现在起，我们好像不能再把这些人当作外星人看待了，是吗？我们现在可以把他们当作要求政治避难的情况来处理。我保留意见，我认为一纸小小的报告还不足以证明。好吧，那么我宣布同意让这些先生避难。等一等，我们不能在跟全球联合委员会商量之前做出这样重要的决定。嗯，舰长他说的对。我当然没错，我来负责。嗯，我简直不敢相信。嗯，我的看法可能有些偏激，能原谅我们吗？行了，舰长，跟他们说不清，他们不会罢休的。他们会打电话给地球最高统帅部，设法推翻你的决定。梅斯特洛夫，你怎么还不明白？我们必须采取特殊方式，如果我们不吸取教训，我们全都会完蛋。麦克罗斯城的居民对格罗佛的决定很少有争议，尽管民防队做了最大的努力，外星人的武器对这个城市破坏很大，重建家园肯定要经过一段长长的痛苦阶段。真是满目创伤，太可怕了。几乎整个城市都被毁了，不知道伤亡人数有多少。Max 大叔，丽娜大娘，等等，等一等。哦，瑞克，你在这儿干嘛？你没事吧？没事， Max 大叔，你们干嘛离开餐馆？我们去找凯尔，他出去找明妹，可到现在还没回来。他们在医院里，不过他们没事。如果他们没事，那为什么要送医院？他俩不是受重伤吧？不，只是凯尔受了点伤，不过不重，是明梅陪他上医院的。哦，我的天哪！明梅还在照看他。别着急，没出什么大事。哦，我们不能老在这儿闲聊，最好上医院去看看。对，不过亲爱的，我们两个不能都去。别担心，我们很乐意照看这个地方。嗯？嗯哼。你能行，瑞克。谢谢你们俩。啊，小心点儿！这地方好像得好好打扫一下了。我来擦桌子。嗯，我设法把这堆碎瓦清除出去，这样才有转身的余地。对，是该擦擦了。你呢？嗯，你知道现在什么最需要？泡杯浓浓的茶。嗯哼，我去拿。啊？啊，明梅。It's over now. Oh.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啊，没事儿，我只是把东西理了理。啊，味道一定不错。啊，给你，小心别烫着。谢谢。这些简单的劳动
对我们来说真是非常普通，可是对天顶新人来说，他们除了整天军事训练，别的一无所知。跟他们相比较，我们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你这么说，我觉得很确切。顺便问一下，你不想去医院吗？嗯哼。别不好意思，如果替 K 二担心，你就去吧。没关系，我是有点替他担心，不过出现了避难问题，我就忘了。忘了？你清楚。我告诉过你，他看上去很像我爱过的一个人，卡尔。但是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因为我是军人，将来也不会发生，因为他仇恨武力。我也才开始怀疑在军队服役是否值得。我对他印象很深，我不想听他表达他的反战争情绪。当我听到他那些话时，我发现自己对战争的态度第一次有了动摇。你相信吗？你在用书上的标准来看问题。我希望放松一下。问题是这种时候凯尔根本不注意我。明媚怎么样？你见过他吗？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谈起这个话题使你伤心的。Min Mei has a lot of things to keep her busy. Too busy to even see you? Well, I'm sure it's just temporary. That's what I thought before Kyle took over. Now it's getting worse. Don't give up. Maybe just take time. I don't have a chance with Kyle, but you and Min Mei still do. The thing is, you have to tell her so she knows how you feel. Otherwise, maybe Kyle will take her away and you'll have nothing but regrets. Oh, and there's nothing worse. Oh, here I said I wasn't going to talk about this subject anymore. And I kept right on doing it.不，真的没关系，我只是想起啊，又进攻了。你最好马上回基地去，那儿需要飞行员，我去把门锁上了，马上就回去。好吧，你就来，别太久了，指挥台上需要你。小心瑞克，但愿他别受伤。用什么办法来阻止这些进攻，彻底消灭他们？我真有点像父亲。准备完毕，起飞。戴尔塔小队准备把飞机拉到四号、六号、八号跑道。科克兰准备超越你的伙伴，你从右翼进攻。上校来了吗？我真要发疯了。哦，你来了。对不起，我迟到了。我来。嗯，这全是你的事儿了。好像是一个小组，他们是上次攻击时掉队的。我真不能相信这帮蠢货又飞回来了。根据那些逃兵提供的情况判断，这些人晕头转向了。哦，天哪，骷髅中队迎上去。明白。为什么他们还不回家？回不去了。你说得很对。滚回去。对不起少校，他们坏了。恐怕你只能跟他们拼命了。沉着点，让他们瞧瞧上尉。谢谢少校。刚刚在宽光束激光网上捕捉目标，保持联络。再见。他们来了，准备战斗。小心，有架飞机在你身后。Max， 准备侧翼攻击。上尉，他们逃走了。上尉，扫描显示该战区无敌机。我们送他们回老家了。少校，你认为不久还可能发生这种小部队骚扰吗？会的，可能会。那么你认为这会持续多久？但愿我能知道，敌人所要做的事就是战争，所以得找到一种办法阻止他们。嗯，是这样。现在我们得寻找阻止这些战争的办法，赶在遭受毁灭之前。舰长，你知道我是对的。当我们答应让那些天顶星逃兵避难时，我们避免了一场冲突，我们维护了他们要求共同生活的愿望。如果我不回地球寻求支持，我们可能会接到命令送他们回去。嗯，
你凭什么能说服别人呢？我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我们有依据，可以试试，至少或许能让父亲支持我。我想你会想出办法使他别提出反对意见的。那些实验室报告足以证明我们和他们是同类，那一定很吸引人，你说是吗？嗯，我就从这儿着手。你决定了？是的，看来使地球免遭毁灭的唯一办法是跟天顶星人讲和，这些逃兵的出现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开端。风险不小啊，他们或许不让你再回飞船了。我想过，但是这场战争必须停止。好吧，我答应你去。我同意你的观点，目前的任务是结束这场战争，为了这个目标冒险是值得的。你明天就走？是，舰长，今晚我要写一份关于联合的报告，明天给你初稿。我总算可以下班了，这种想冲突把我的时间都给占了。不知道Lisa去哪了，我想邀请她明天吃午饭。我想一旦我离开了这艘飞船，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如果瑞克知道了，他会怎么说呢？如果Lisa知道我想请他吃饭，他会怎么说呢？这两个在强大而残忍的敌人面前毫无惧色的人，却被这些简单的问题难住了。在下一集，Lisa海斯决定冒险返回地球，设法说服全球联合政府的首脑们同天顶星帝国舰队谈判。由于一路上遭到敌人的拦截，丽莎返回地球的旅途并不平坦。请到时继续收看《太空堡垒》连续剧的下一集《摊牌》。